了。无论你什么时候来，我都会在第一首歌里等你。我好喜欢这个小创意啊！今天我偷偷去你单位了，我当然不会打扰你了，就是想在你单位。你先按照火车线路把咱们县临近铁轨两侧的居民区都圈出来。行。哦，我今天吃了20个饺子，好撑啊。你呢？你吃的好吗？好想每天给你做饭呀。今天下雨了。我跟我妈吵架了，不想再这样了。我想告诉你的秘密。这一段这个女人的声音还能复原吗？队长，我们现在没这个技术。都圈出来了，铁路沿线正好穿过三省交汇处。南来北往的人口比较复杂，涉及人口得有50000人左右。把这个磁带给我翻录一份。行。